你们是谁啊？哦，我们是。
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图上，每一第一天上课就迟到，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叫启文，他是我的双胞胎弟弟，叫金良，我们俩。 是过。啊，也有可能我是他哥哥。<笑>好了，回座位上吧。今天晚上在大礼堂有一场迎新晚会的排练，希望大家都能参加。我们继续来看这张图。 同学，咱们出去兜兜风吧，嗯，玛莎拉蒂，出去兜兜风，玩一玩。你有病啊！哎，同学，你看，大家以后既然是同学了，总要先熟悉熟悉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哎，同学，出去玩一玩。让开！嗯，哎哎，我跟你说，让开，你听见没？你干嘛呢？啊，有病吗，彤？ 滚！啊！早揍啊，小子！哎，美女，哎，出去唱唱歌，玩一玩，喝喝酒，哎，兜兜风，多好，熟悉熟悉，好不好？同学，让开！哎，同学，不要生气嘛。金良，老实，我们走。 走啊，金良！姐，你看，时间、地点、
年龄，对不对？又白找了，又白找了。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我们的亲生父母长什么样吗？你就不想问问他们，当年为什么要抛弃我们吗？姐，你这么漂亮，我这么帅，咱们父母肯定也特别好看。但是咱们这么找，这不大海捞针吗？即便咱们找到了父母，咱们能跟他一起生活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是有一种感觉，我的头发，还有你的天赋，还有我们被抛弃的原因，这冥冥之中就有一种东西把他们都串在了一起。直觉告诉我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们的。今天下午的事情，我希望不要再发生。你的天赋不可以让任何人看见。姐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从小到大你最疼我了。但是呢，老天给了我这个能力呢，就是为了让我保护你。姐，你知道吗？即便咱们找到了亲生父母，你也只是我金良唯一的亲人。好了，快去上学了，还要排练呢，走吧。穿校服。快！我快跑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快跑！这人是谁？啊！身后疼，谁打我？没事了，回家吧。同学，同学，啊，你好，我是学生会的，那个在学校门口有一批道具，您能跟我一起去拿一下吗？好的。前阵子有对情侣，就那女的头发是紫色的那个。哦，你说子文和金良啊？他们可不是情侣啊，是姐弟，最近常来我这座位，天天拿着个本子，也不知道研究个什么。哎，他们平常都什么时间过来？怎么了？你还想癞蛤蟆吃天鹅肉啊？人家可是大学生，最近新搬来的。
他娘的也太无聊了。老实看球吧，说不定啊，待会儿就有个美女走过来，对你投怀送抱呢。到了吗？怎么离学校这么远啊？好兄弟，小宝贝儿呀，宝贝来了，跑，干嘛跑？宝贝儿，玩一下。你们要干什么？玩一下。玩一下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给我按着他，按着他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大哥，快上，打死他！快按住！按住他！砸我！我砸死你！见鬼了！哦，死了！快跑！姐，是他们先欺负你的，凭什么我们要跑啊？那你怎么解释他们身上的伤？万一被监控拍到了，他们一定会发现你的超能力，你想过后果吗？可是是他救了咱们。金良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对我是最重要的，一件就是找到我们的亲生父母，还有一件就是你。不要再用你的超能力，我们远远地离开这儿。听话，好吗？谁？别躲了，我知道你们在家。
你们准备去哪儿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跟你们一样，都有些与众不同。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现在明白了吧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姐，你躲我后边，我帮你挡着，你快走。你快走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你还太嫩了。有点天赋啊。谁？慢慢就适应了。够了，你还太稚嫩，要学的太多了。金良，你的天赋很强大，但是你还是不会熟练的运用它。我可以教你，让你变得更强大，你要相信我。我不想让他变得更强大，我只希望他做一个普通人。你走吧，我们不想再跟你说话。普通人？子文，你太天真了。你看看金良，再看看你自己，你们哪里像普通人？你们是注定做不了普通人的，你们身上肩负着使命。先走，不过你们很快就会明白的。记住，回学校找我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回学校找你？找我谈。姐，他什么人啊？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我们离他越远越好。完了，我的玉佩呢？不见了。哎，是不是忘在家了？我不知道，走，回家去找。见鬼了！哎，我说，你们看清楚怎么回事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什么都没看清楚，就被砸晕过去了。老大，嗯，我也没有看清楚，不过那个男的有点不太正常，那些石头可能被他控制住了。控制？用什么控制？用意念。哎，老大，哦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个男的眼睛都白了，像鬼一样。老大，像超级英雄。屁，还超级英雄，我看就像个怪胎。对，嗯，我说，咱们待会儿就报警。哼，
让警察把这个怪胎给抓起来，有他好受的。好好好，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值多少钱。高老师，高老师。找谁呢？哎，老师，你怎么忽然间变老了呢？紫薇，金玲，正找你们呢。校长，昨天学校发生了一起事故，你们都知道了吧？事发的时候你们都不在现场，现场所有的监控莫名其妙的坏掉了。这样问问你们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人在现场看到过你们？现在正好这几个受伤的同学醒过来了，你们当面说说清楚。谭木，他们都是你的学生，你也过来。好。这都是摔的？摔的。啊，昨天晚上我们几个都喝大了。然后想出去打球，结果天太黑，路太滑，完了之后摔石头上了。这都是摔的？都是摔的。你们也都是摔的？摔的。玉佩，既然都是摔的，不属于斗殴事件，都散了吧。散了。校长再见。校长再见。唐老师再见。你瞅啥？谢谢啊。老子摔成这样，你给老子说谢谢？滚蛋！走。有新线索了，靠谱吗？靠谱，这是我一个学医的朋友说的。姐，我觉得谭老师跟刚才不太一样，好像一下子变得……一下子老了20岁。对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叫咱们过来，见面了又不理咱们。不管他是什么人，总之我们离他越远越好。走，带你去找我朋友。这边。哎，经过你们的 DNA 信息啊，找到了这个女人。经过反复的对比，你们的 DNA 位点全部重合。什么意思啊？她就是你们的母亲。
你确定吗？不是我确定，是科学确定，不会错。那我们的爸爸呢？并没有找到他的信息。关于你们父亲，我想要当面问你们母亲了。哦，谢谢你。这个小妞真不错，做我女朋友就好了。中午吃的法子肉真好吃，回来之后要再去吃一次。哪一个的钱包好偷一点？那个女的睡着了。她真是笨得可以，被她说的每句真话她都听不出来。傻逼，昨天刚把你媳妇睡了。姐，你怎么了？姐，没事，头有点痛。来喝点水吧。站住！身上装的什么？手碰到你。我去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他的手碰到你没有？碰到了。糟了。
是我。喂，找死是不是？找死也别找我啊！他怎么也会啊？只要他碰到你的皮肤，就会吸入你的超能力。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哨兵。哨兵。怎么？哎，罗娜听不懂我说什么？让开！啊！车借给我们用一下。好啊，你们开车先走。现在有危险，我们现在要马上赶到他身边去。你好，护士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唐思颖是住在哪个病房啊？那你看一下吧。哦，五楼的203。那我们怎么上去啊？啊，那边电梯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姐，是他吗？
常思议。谁？谁叫我呢？你叫唐思颖。搞错了吧？没错呀，我是唐思颖啊。这里写着呢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姐，算了，别难受了。反正也不是第一次，不是他的 DNA 跟咱们怎么一样呢？我觉得我真的看到他很亲切，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样。姐，你看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弟弟而起。什么意思？你们的基因相似，所以你们都可以用意念来操控。就像金良，你可以控制一切物体；而子文，你可以操纵人心。操纵人心？对，你拥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超能力，所以你身上肩负的使命也就更大。那你的基因是让你变得一会儿老一会儿年轻吗？这次辐射并不是第一次辐射，20年前还产生了一种小规模的辐射，而那次辐射只影响了一小部分人，
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这部分人已经慢慢消失匿迹了。我就是其中之一。二十年前，你不是才十几岁吗？不，我30岁。啊？那你现在多大？30岁。你接着说。我来自20年前，通过时间旅行来找到你们。时间旅行？这一切都要从1年之后的异能爆发事件说起。1年之后，几乎所有被辐射的人都不显身，而在这一群人当中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正者，法律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纸空条。这在普通的人群当中造成了，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，那些非异能者决定要铲除我们异能人。很快，那些非异能人就组建了一支联合部队，叫做救世军，和我们的种族发生了激烈冲突。而你们的弟弟思凡，就是我们异能者的领导者，你们将成为他最信任的辅佐者。他拥有一项最强大的能力，他可以吸收别人的异能，作为己用。20年后，救世军利用一次诱捕，抓住了思凡，从他的身上提取了异能基因。他们通过这种基因，研发了一种叫做哨兵的机器人，他跟思凡一样，可以吸收别人的超能力。不过这种机器人它并不完善，它同时只可以保持一种超能力。而你们的弟弟思凡最强大的时候可以拥有5种超能力。哨兵给了我们的族群非常沉痛的打击，你们的弟弟思凡通过一次机会逃了出来，继续领导我们的异能者进行抗争。不过在20年后的一次抗争当中，我被一个哨兵吸收了能力。他们利用这个哨兵研发了一种可以时间旅行的科技。虽然后来思凡带领着我们异能族把这个哨兵给消灭掉了，可救世军还是研发出了一种可以穿越时间的机器，把一个哨兵传送到20年后，也就是现在，刺杀你们的母亲，阻止思凡的降生。那要是成功了会怎么样啊？如果他们成功了，改变了历史，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维度就会彻底的消失，我们将处在一个完全不知道的维度里面。那在那个维度里会怎么样呢？我现在还不太清楚，很可能你们两个还有你们的弟弟思凡，包括你们的母亲会被杀害，而活下来的异能者就会被奴役利用，最后甚至灭亡。现在的这个维度的未来对我们来说将是最好的。那你说你是来自20年前，那你怎么知道20年后的事情？你有先知吗？救世军，超能力。哎，大爷，你是编剧出身的吧？啊？你最近为什么老是戴着手套？是不是手上长了一些跟普通人不一样的东西？而且当你发现长了那些东西以后，你的移动速度越来越快了，对不对？你究竟是谁啊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就是你，70岁的你。什么？你是70岁的我？对。你手上所长的那些东西叫做龙甲，这是因为一次辐射所产生的基因变异，从而使你产生了和普通人不一样的超能力。每当你使用一次龙甲，你的超能力在短时间内就会达到巅峰。你不仅可以穿越空间，而且还可以穿越时空。我就是这么来找到的你。那你真是70岁的我呀？穿越时空，穿越空间，哎，等我等会儿，不对呀，这我根本就不会呀。我就是来教你怎么使用龙甲。记住，当你使用完所有的龙甲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也就快结束了。那
那不是你就快死了？你现在不是我就快死了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记住我所说的一切。另外我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，而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来到现在保护思凡的顺利降生。很快异能爆发事件就要发生了，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危险重重，我不能让思凡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，所以我要把他带到20年前，让他顺利的成长。但是现在我还无法一个人打败哨兵，所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也要把子文和金良带到20年前，让他们顺利的成长为现在的你们，来协助一起来对抗哨兵。但是我们三个人加起来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对啊，可是昨天咱们三个人加起来都打不过他，现在还不行。现在哨兵吸收了你的能力，变得异常强大了，他应该很快就会找到这里。不过没关系，在这几天之内我可以训练你们，激发你们内在的最强大的潜能。相信我，未来的你们一定可以同时对抗10个哨兵，你们两个将成为我们整个异能族人的传奇。真的吗？没事没事，不知道哪个调皮的小鬼踢了我一下。那不是姐，我觉得你长得真的很漂亮，我将来我找女朋友一定要长得像你的。你再喊我妈都把我给喊老了，你姐姐长得也很好看呀。她比你好看。哎，姐，那个姐夫长什么样啊？他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他呀，他是个摄影师，人挺老实的，就是看见美女啊，走不动路。不过我心里知道，他还是最喜欢我的。他没事的时候呀，就喜欢坐在我的身边，傻傻的看着我。喏，就像他现在一样。哎，这么看来你两个还真的挺像。是吗？眉毛、鼻子、嘴巴跟亲兄弟似的。
性格也挺像。他要是还在啊，你俩一定养得来。
其实你们并不孤单。子文、金良，你们跟我来。这是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几个男孩用超能力抢劫了一间银行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三次了。哎，等等，在这停一下，放大。